第47集，肤若凝玉，玉骨冰肌。夏天勇脸上带着几分开心的表情，不知道为何如此开心。他阔步走来，夏森等人都给他让开了一个位置，而后他们都朝着地上的夏缺看了过去。而当他们的目光落到夏缺身上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夏缺浑身的颤抖突然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，紧接着那一直痛苦的表情居然突然舒张了开来，仿佛陷入了一种极为舒服的状态。这一下确实让众人都是微微呆了一下，夏天勇看到的也正好是他皱眉之后突然舒展的表情。这众人心头一愣，然后他们看到那一直眼睛紧闭的夏缺睁开了茫然的眼睛，那眼睛开始有些茫然，甚至可以说有几分惊奇。可当他目光一扫，看到周围的人之后，他却明显的吓到了。诸位管事大人，他结结巴巴慌乱地爬了起来。夏森目光一凝，浮现出一抹狐疑，但很快隐没了去，露出了笑容。夏缺，夏缺手足无措，听到夏森的声音，下意识地看过来，结结巴巴的，脸色都有些发白了。大管事，身体感觉怎么样啊？夏森微笑柔声询问道。夏缺似乎是呆愣了半天之后，才带着几分疑惑结结巴巴的呆呆道：小的感觉，身体是前所未有的舒服，暖洋洋的。小子，把衣服脱了看看。夏天勇有些迫不及待的声音响起，这句话让除了夏森之外的所有人都呆愣了一下，然后目光古怪地看向了夏天勇。夏缺更是吓了一跳啊，愕然地看向了夏天勇，只见他眼睛冒着光，仿佛带着几分兴奋的模样，这让夏缺心头直接毛了呀。统领大人，他脸色有些发白。我去，这副表情，这家伙该不会有那种嗜好吧。夏天勇似乎呆愣了一下，顿时一翻白眼儿。嗨，你们这群混蛋想哪儿去了？不是要判断他是否觉醒了战体吗？脱了衣服就知道了，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你小子是不是个男人啊？夏缺这才反应过来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而其他人却还没太明白呢，也是一脸的疑惑。然后啊，就看到夏缺似乎被吓坏了，那委屈的模样仿佛要哭出来了，颤颤巍巍的将着自己的衣服给脱了下来。有些疑惑的众人呢，将目光落到了夏缺身上，而在下一刻，这机体，众人都惊了，顿时他们看到原本看上去瘦瘦弱弱的夏缺，在将衣服脱掉之后，居然露出了一副近乎完美的躯体，皮肤白莹，温润如玉，肌肉线条却是完美无比，尤其是腹部，那八块腹肌的形状对称而完美，哪里还有半分他们印象中瘦骨嶙峋的模样啊。夏缺低头看着，仿佛都惊呆了。不错不错，的确是觉醒了战体啊。夏天勇哈哈大笑了起来，那表情仿佛极为兴奋。肤若凝玉，玉骨冰肌，正是战体的表现。小子，你叫夏缺？肤若凝玉，玉骨冰肌，这几个字一般是形容美女的，但此刻形容到夏缺的身上却是再贴切也没有了。夏缺仿佛被吓坏了，结结巴巴道：统领大人，小的夏缺大人，小的这是怎么了？他一脸迷惑中带着几分恐慌，仿佛都快要哭了，好像被自己身上的变化给吓到了。
好运的臭小子呀，哎，不用害怕啊，这是好事儿，你觉醒战体了。夏天勇哈哈大笑，夏缺看着他大笑，却始终有些搞不明白，自己觉醒战体了啊？这夏天勇那么开心，他干什么呀？他可不记得自己之前和这夏天勇有什么接触啊。战体？但表演还是要继续的，他一脸的迷茫。夏森一直观察着他，忽而开口道，好了，既然确定了是觉醒了战体，也必须给家族报备一下，其他人都散了吧。夏缺啊，你跟老夫走。一干终极管事看着夏缺完美的机体，都露出了艳羡的表情，但这种东西又岂是艳羡能得来的。听到夏森的话，他们恭敬的行礼之后，都叹息着离开了。夏缺带着几分局促和迷茫，似乎有些发呆。还等什么，臭小子，跟上来。夏天勇又一次对夏缺笑着说道。是。夏缺连忙跟了上去。一路走过去，夏缺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变成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，所有的奴仆都在暗暗地观察着他，眼中都透着几分羡慕之色。他还看到了夏松也在偷偷看着他，眼神中啊，不但有艳羡，甚至还有几分恍如梦中的不敢置信。夏森的屋舍距离奴仆的屋舍颇远，虽然也在同一个建筑群当中，而这里可就比奴仆的屋舍要大得多了。虽然一样是木质房屋，但极为宽阔，不但有相对独立的院落，其中啊，甚至还栽种着许多树木花草，有奴仆在打理。当夏森等人走回来，这些奴仆俱都恭敬的行礼。夏森点了点头，直接将夏缺带进了自己的屋舍之中。夏森的屋子当然不是只有睡房了，前面是一个宽阔明亮的堂屋，正对着摆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两边呢有摆放整齐的木椅，这四面墙上还挂着一些笔墨山水装点，显得非常雅致。夏森走到堂上，在主位落座，转过身看向了夏缺。夏天勇还带着几分笑容，看得出来啊，他的确是极为高兴。嘿，真没想到啊，三爷知道的话必然也会极为开。统领大人。他刚准备说什么，夏森却突然开口道。夏天勇愣了一下，看向了夏森。嗯，大管事怎么了？您稍安勿躁，老夫有些事儿想问问夏缺。夏森说道。夏天勇微微愣了一下，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夏森的表情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愣了愣之后微微点了点头，在旁边坐下安静了下来。夏缺啊。在夏缺还有些愣神的时候，夏森缓缓地开口了。夏缺回过神，带着几分忐忑。大管事。夏良是你杀的吗？而夏森的这一句话就让夏缺愣了一下，这也太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了吧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本集播讲完毕。